毁容。他对导演说，导演，你说这次绝对不能太帅，这样总行了吧。第三险，赤脚。导演对所有人说，为了戏好，霆锋这次真的是豁出去了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小人物阿四，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大演员谢霆锋。谢谢两位宣读人，谢谢。一位是改变造型，一位是铤而走险，获得的是观众的口碑。有请二位发表感言。谢谢，谢谢华鼎奖的所有评委，然后谢谢各位观众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上面得到肯定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那也谢谢非常完美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角色，谢谢。恭喜林心如，谢霆锋有请。大家好，在这里再次想感谢大会颁这个奖给我。第二想感谢施维成的导演，陈德生导演，再次感谢所有支持谢霆锋的朋友，我会继续努力做好这本分，谢谢。两位最佳配角言语都很少，其实我还想补问一下谢霆锋，在《十月围城》这样的电影里边演戏，就好比是在全明星阵容里打球，你就怎么样打好这场球？要打好球也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工作，并不是一个演员能做得好。所以其实在《十月围城》里面最开心的是，真的是遇到一帮很爱电影很用心的演员们，工作人员们，所有台前幕后的人都是为了电影，都是爱电影，这个是我是最开心的。再次恭喜两位，因为爱电影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角色都是好角色啊！谢谢两位，谢谢二位。赵老师，刚才我们是说到最佳配角，他们是最佳配角，但他们不是小演员，当然应该也说是大演员。在一部电影当中，当然我们主要还是看主角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即将关注的就是2010年观众心目当中的最佳主角人选，请看 VCR。入围2010华鼎电影满意度调查，华语电影最佳女主角的有